你主持被老板喜爱，他要带你回饭店。一般的客人都是以就是大陆人比较多，那他们都非常的直接。那因为我姓刘嘛，他们就会说，哎，小刘啊，觉得你很不错啊，要不要结束的时候跟我回房间睡觉啊？哇，好高，皮肤好白哦，哦，你很高，高挑，好高哦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你多高？是175公分。哇，你客气吧，我看你180哦。因为我穿了高跟鞋，对。OK， 请问你是什么星座？天秤座 AB 型。请问您是？哦，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场大家好，我叫做雨晴，身高是175公分，体重54公斤，那三围是30、25、35。那平常的工作的话，有在做模特儿跟活动主持人。嗯，哦，你应该是广播员的吧？好厉害哈、哦！对啊，来，请看照片，勇奖真答哎。嗯，哎，下一个厂牌，各大你就是各大厂商都会请你去主持。他们会觉得我身高比较高，然后声音又很大，所以。可能用我的话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来买他们的产品，不是因为你的声音很有深度，对，会吸引大家注意你在讲什么，是，对不对？做这个主持人多久？大概有3年的时间，对。但是只要是有展场的活动的话，我都有在做主持啊 ，show girl 啊，模特啊，只要愿意发我的厂商，我都去。很缺通告，妖怪缺，对，很缺通告。不是，请问一下，就是说你怎么进入这一行啊？你是学这个的吗？没有，以前的话就是身高比较高嘛，所以就是想说啊，从模特儿开始。对，但是我真的做到模特儿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说，哎，全世界高的女生都来做模特儿啦，自己就不那么特别了。真的。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哇，当时安心雅非常的红，所以我想说我做不了林志玲，也可以当安心雅，反正我很爱讲话嘛，所以我就想要用靠讲话来吸引大家注意，然后就渐渐的从模特儿，然后开发自己的长才，然后往主持去发展。哎，主持要怎么练呢、啊？常常看综艺节目啊，偷偷学你们的笑点。原来你是卡比我们的，你来蹭的、啊。哎，不是你主持被老板喜爱，他要带你回饭店、啊。哦，这个的话比较特别，就是在澳门的时候。那澳门去主持的话，这个事情在澳门就不太特别了。对，但是因为澳门的话，一般的客人都是以就是大陆人比较多，那他们都非常的直接。那因为我姓刘嘛，他们就会说，哎，小刘啊，觉得你很不错啊，要不要结束的时候跟我回房间睡觉啊？就会直接问。对，但是因为可能是厂商的关系，你就会想说啊，天哪，如果我太直接拒他的话，可能下次我就没有这个工作了。所以我就会说，哎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还不困呢，我还不想回房间哦，就用比较诙谐的方式把他挡掉，就说大哥，我真的还不困，我想再吃一些东西，然后再回我自己的房间睡觉。对，而且我来澳门不赌两把，你这个土狗，就没工作。不过你主持春酒晚会，然后你喝太醉。我在打工的时候有在电影院打工，所以他们那个时候、就是。电影院、对，就是也是美差华电影院、对，然后他们办春酒的时候，就是那年的主题是办宝可梦大乱斗，所以我就扮成了皮卡丘的样子、然后因为现场有很多长官嘛，但是其实都算是认识的老朋友、所以就边主持边喝、对，就是干杯啦，然后就喝，然后喝到最后就是长官们都已经离场了、然后我就是开始带着旧员工开始玩游戏，然后自己喝到懵，然后非常呛，然后蹲在台上啊，然后 cue 他们做什么乱七八糟的动作啊，但是饭店全部都在撤场了，都已经开始收什么桌巾全部收起来，我们还在玩，然后到最后麦克风还不愿还给他们，就说什么我们不是还在主持吗？但是已经从6点已经到11点了，人家都要关门了，我还自己在嗨。哦，你很适合参加那个，体力很好，玩开了。电视台的那个尾牙哦，对，都是玩到这样，马拉松都是玩到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人越多的话，就是话会越讲越多，然后可能就是很多梗啊，很多干话，就是慢慢就会浮出台面这样子。对。Model 三级，他这种名模的感觉、他压脚背，你看。而且我不笑的时候，其实感觉很难相处。对，当然是。但是你笑起来又蛮好。嗨，大家好。对，你笑起来又好。那你到底好不好相处？我非常好相处，因为我真的就是个干话满满的人。对，大概讲10句话，大概可以填满7句话都是干话。什么时候想结婚？希望2年以内吧，可以闪婚。来，大家报名哦，又打跑马灯。哦，闪婚，因为这么寂寞。没有啦，就想说就是结婚也是有结婚的好啊。上次恋爱是多久？多久了？大概是1月20号分手的。1月，那记得好清楚。没有多久而已啊。急什么？没有那么急、胃口不错。没有多久啊，你那么休息一下嘛。没有，因为前男友进度赶太快了，因为他是劈腿的。所以她小三都已经怀孕了，12月底要生小孩，我觉得哇，进度太快了。所以你生气？生气，我希望就是赶快脱单，跟她一样幸福。你要反将来。哇塞，好恐怖的一个威胁！我觉得你可以演这个三立八点档啊，抛虾，抛虾进来啦。可是但我打意很烂哎，打意哦，打意就别认真。哦，
那么没办法，可以帮我配吗？配后置上配音，太快了吧？你推得很快，你放弃的更快。你好像抛下制作人哦，抛下马上哥，那没办法。不是因为他刚刚讲话那个，他不用干嘛，但是他那个压力又出来，你知道？会给人家，你很高压，而且。跟你交往，如果 身高比你矮的，你可以接受吗？我有交过168的耶，但还是很开心啊。我就想办法把头放在肩膀上这样子，就老是放在他的头，就是太侮辱了，侧腰很酸，会不会闪了？因为被侮辱，嗯，这什么意思？躺这里，来聊一下，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么突然？对啊。嗨，你好。哦，你知道，我吃鱼的时候啊，只吃鱼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把我的余生都交给你。哇，好浪漫哦，这我可以耶。这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冲，这起的标准蛮低的。冲。有很多可以看的地方。哇，好多哦。下巴，对，下巴也是。下巴你看。嘴唇也是。嘴唇也不错，嘴唇。脖子。哦，痣。痣哦，那两颗。哇哇。痣，那两颗痣。哎，对啊。痣我们的。但又有点像。那个衣服的那个皱纹。锁骨。黄金折数都要哦，指甲，哎呀，刚摸呢，哎，哇，有，哎呀，切，走出来的时候你手这样，我们以为这是浴巾，对，像浴巾，很早快掉了，因为这个材质，对，它有点容易滑下来的，哇，所以它要表现的是滑下来，哎，请问你是星座是？我是天秤座，天秤座，那你刚刚表现的是哪里？我的锁骨刚刚有猜。对，有，哎呦，你看吧，我多懂你。可是韵哥，他从脖子一直到手背，也是他的脖子长啊。女生一般脖子长啊，一定是更性感啊，但不能过长，过长颈族，长颈族 long neck。英文，他长要讲，他长短恰如其分。请问一下，男人必杀姿势是什么？哎呦，侧面的 S 曲线。哦，这是怎么样？哎呦，真的，哎呦，真的很像浴巾，真的很像浴巾，转一圈好不好？来，转一圈，哎，宇轩侧面很来，刚刚的，预备，气，哎呦，两个一起，两个一起，两个对凹，哇，你怎么可以冷落？阿乐，三凹，预备，三凹，预备，好，预备，气。哇，这个画面！好，买单！哇，买单！你要买单，买去哪？你要买单！各位观众，刚刚这一段，我们 round down 是没有，是我小弟个人纯招待。